哎呀，这个天多多少少又下雨，早上都是晴天。爸爸。下大雨，你在外面干嘛？玩啊。玩。是啊，你身上有没有打湿啊？没有打。我怎么给你送伞去的？你给我送伞了，骗人的吧？你都没有拿伞呢、啊。你手上都没有拿伞呢、啊。我准备拿着，准备在外面。看你又回来了，我又放进去了。你妈妈嘞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。嗯。吃了什么呀？瓜子。我吃一个。哦，脖子不好了。嗯。汗呐！啊，都是水的汗。妈妈在那里面。她疼不疼啊？对啊。在那里面干嘛？不知道喂。看看。你到这里干嘛了？师傅才把那些电那些送过来，我看那些线。你看，三个人房间。那两口够不？师傅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够的。够的呀！你看，还有茶盆、灯泡儿。我觉得灯泡儿，我就要拿点那种节能灯儿。是节能灯儿啊？节能灯儿，他说有电杆有，你看装电杆吗？装节能灯儿。装节能灯儿喽，节节能亮起噻。节能灯儿亮起了，电杆亮起噻。嘿，那个亮起。那个亮起啊？嗯。我拿叫他拿那种，那个是亮起。叫他推掉那种电杆。电杆啊，嗯，一颗电灯儿行不？我觉得一颗像我们的有点黑红，我觉得要我们那边装个电灯儿，那边装个电灯笼，亮起哦。一颗够的。哎，搞直播要装两颗。就是说噻，装直播都搞两颗噻。嗯。一个电杆，一个电灯灯儿噻，亮起噻。一边装活了。嗯。要装两颗电灯灯儿噻。两颗电灯灯哦。嗯，装一样的噻。那就是那边装壶，那边装凉一下，因为两个装一半儿。你一边装壶接那儿不行啦、啊？也行，你茶杯儿那些，那茶杯儿够不？我怕茶杯儿不贵，三两黄金。他叫我们个人哪里要弄茶杯儿，要弄好，他到时候来自己来装。够的，够的。够的。算好多的。算好了。嗯。那肯定到时候你的茶盆儿，就按照那个优先。他来了，我自然跟他说了。你看他们拿那些牌子，是我们跟他说了些噻，没搞错噻。没搞错，是我们去那天去看那个。那时候等那个电一接通，他把那个沙发，还有桌子拖过来，小朋友都可以来写作业来了。那是嘛？那个地啊，你地都嫌不够啊，你那个地，一蹬都是那么多灰尘。那个地啊，你要扫到好多还是多灰，是吧？地下灰尘是凶哦。嗯。那个地下，你农村只有那个啥，你还能够弄哦？我觉得还是灰尘多很难弄了，是吧？像袋子把那个灰尘都好重哦。把它扫下噻，用扫干净了噻。你看我那扫了好多了哒，那个灰尘那么少动哦。扫干净了，灰尘好重哦。那种水泥地也扫干净哦。用那个灰尘好重哦，你看。那种地灰尘还要重的很啊。他不管他，反正你不是长期都是住，有来休息啊，小朋友有时也休息啊，你搞你要怎么装电灯泡了呗？我有那个想法。确实啊，朋友们，这个地上好多灰尘啊，这种水泥地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到这里的时候，上面忘记打一层那种光的那种光滑的，现在的话也搞不定。像这种原始的水泥地的话，确实灰太多了，踩的灰尘扑扑。
但是我们这个棚子啊，已经本来就已经超出了预算了。本原来预计的只要10000多块钱，现在也搞到10000多了。我再来搞什么地面砖了这些的话，那估计更加的超了，没必要了。我觉得搬不是好事，那个地面砖呢？你又不是长期的住，那个不是租房，你只偶尔的小朋友在写作业，我们在干什么休息？你搞那么好工资，哦，那个工资你先花那个钱，你没那么便宜。要弄那么好噻，你那个一进来，你什么都飞，那个飞。但是一个打磨，打了磨嘛，都不需要按地面砖了，我们那个活都飞嘛。你走进来就是一阵飞，那你多的钱都花的呀，你再花个1000-2000元，那你舍不得。我起码看你个干净些噻，你那个人是物质的。我是没那个必要去搞的，不是说钱的问题，哦，我那个干净些，你那个又是打个地面砖，你那个脚都舍得了一踩，你拖都拖不平。那是打个棚子搞么着？你不想冬天外头打个铁棚砖，你这样太阳晒还有这个心的啊？你说你打个棚子搞么子？遮风方面遮风也舒服。那你那个铁棚砖打起来遮风啊？朋友们，我觉得这个季节还是不用搞那个地面砖，因为我们农村它这个周围这些路它好多是泥土的，有时候一下雨啊，你一走那个脚上好多细泥，你进来一踩的话，会更加的脏。再去跟他们商量，看他们两兄弟要不要搞这个。他们如果要搞这个地上弄的话，就一起弄的。都不用的话，这个我觉得就没必要弄了。那么商量一下。